민융이 중국 옌청시 주한대표처 대표님께서 발표해 주시겠습니다. 민융이 대표님 박수로 모셔보겠습니다.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应邀参加2023中国论坛，聆听各位领导和专家的精彩演讲，学习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探讨合作。 同时，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给予这样一个机会，向各位领导、专家和朋友们介绍盐城有关情况。盐城与韩国历史渊源深厚悠久，经贸合作交流，深度交融，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盐城积极抢抓 RECP 发展机遇，以中韩盐城产业园为平台，持续深化对韩合作交流。 现代起亚 SK 动力电池、摩比斯等900多个韩资项目优质企业落户盐城，盐城已成为中国对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长三角韩资企业最密集的城市。当前，盐城正积极抢抓“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江苏沿海发展、淮河生态经济 带等多重国家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地处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区域面积大的空间优势，及输运体系完备的综合物流优势，风光火气轻一体发展的综合能源优势，绿色生态宜居的环境优势，乡贤资源丰富的人脉资源优势，正全力打造的一流营商环境优势。 深入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去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尹锡悦总统时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盐城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 坚持不遗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之以恒推动双方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合作。我们愿与韩方携手共绘绿色发展新图景。盐城生态优势独特，风光资源充足，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是长三角地区首个千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城市。在江苏省率先建设全省首个零碳产业园。 正加快打造长三角零碳产业发展集聚区，我们期待与韩方进一步加强新能源领域合作，发挥双方在技术、产业和资源等各自优势，共享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红利。同时，盐城黄海湿地和韩国顺天湾湿地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候鸟重要栖息地。 我们十分愿意借助全球滨海论坛等国际性平台，与韩国朋友一起探索湿地文明保护与发展，为保护亚洲之肾、地球之肾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我们愿与韩方携手打造经贸合作新标杆。去年，盐城实际使用韩资 3.79 亿美元。 对韩进出口额达36亿美元，我们期待与韩方深化贸易投资合作，落实好 RECP 中韩自贸协定等经贸协定，加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领域合作，深入挖掘市场潜力，共同实现双方贸易量与质的双提升。我们愿与韩方携手共筑产业发展新高地。 盐城正全力培养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大建康和数字经济、海洋经济“五加二”特色产业和23条重点产业链。我们期待深化沿韩全产业链全市域全方位合作，扎实推进再投再建项目。 不断拓展投资合作城市，协同打造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发展高地。我们愿与韩方携手续写跨越山海新情谊。中国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盐城
自首尔航线赴航延城港直航釜山仁川等韩国主要港口架起了对韩合作的海空走廊。今年下半年延城将举办第五届中韩贸易投资博览会，真诚期望大家届时到延城出席活动，期待越来越多的韩国朋友在延城这片不断生长的神奇土地上 释放无限的潜能与活力，让这段双向奔赴的友谊更加深厚。谢谢大家。 네, 고맙습니다. 민용희 대표님의 발표 함께 하셨습니다. 종합 뉴스통신사 뉴스핌 20년. 이제는 성년으로 성장했습니다.